贵宾您好，下午场的研讨会即将开始，再次提醒各位贵宾，会议室内是禁止饮食的，感谢您的配合。那我们下午场学术篇的研讨会现在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主持人孝穆林之鼎神父。大家午安。然后在我们的校园里头啊，我也很少穿这样子的衣服出来啊，实在是因为有两个原因。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福智大的这个研讨会是这么样子的慎重，我们更希望连接罗马与台湾，所以穿上了罗马领，特别是我们的黑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一下下午在这边紧接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盛会，所以各位穿这样的衣服两个原因，刚刚说了我们这边是这么样慎重，然后呢一起来看到福智大100年里以来为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会由我们的孙真神父介绍我们的领头羊，也就是我们的枢机，他在跟我们主徒会创立了我们的主徒会，然后还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当中，因为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同时也让西方人更参与我们中国文化，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可以跟西方如此的做一个融合，这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呢。所以谢谢刚恒毅书记，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孙真神父就是为我们要介绍刚书记的秘密，让我们一起参与他的秘密。同时我们也会有汪慧娟老师、潘晓慧老师，这两位都是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界的泰斗。那不光只是我们辅仁大学，在全世界他们两位只要一出去都常常是整个的聚光灯的焦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好高兴的，我们这边最重要的盛会。因此跟大家讲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盛会从1:30到3:00，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一定会在3:00结束。因为连接后面的是马绍尔的总统要到我们辅仁大学来领受这个荣誉博士的学位，他那个地方是3:15，所以让我们大家就可以非常有精神非常振奋的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东西两边的交流，让我们一起更体会到天主在我们中间福智大所给我们带来这么深远的影响。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孙真神父。感谢林神父的介绍。我们开始向大家报告我的这一场的主题刚恒毅书记的思想探秘。其实这个题目原来是我在罗马传大念博士学位的一个博士论文我来到这里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我把这个论文又进一步的扩展了一下拿出了一部分我做我的博士后的研究，把它出了一本书，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我出书的时候在希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贺信韩大辉总主教他讲了一句话说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sempre è una grande figura nella chiesa就是说这个刚恒毅枢机他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图像。韩主教他在罗马工作的期间出了很多的书，也发表了很多的讲座，他对刚枢机有很多的积极的评价在我的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懒人包如果大家没有机会看这个书的话可以用这20分钟我们把它
粗略的看一遍。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冈恒毅书记的生平。1876年Charles Costantini 他出生在意大利北部Pordenone 的 Castiglione。 可能在座有的朋友到过意大利意大利北部的人和南部的人他们不太一样。意大利南部的人比较自由比较浪漫，比较喜欢休息比较喜欢罢工。然后意大利北部的人尤其像冈书记，他出生地和德国是接壤的，所以他们比较相似于德国人他们喜欢工作，喜欢守时，比较严肃。在冈书记他14岁的时候，因为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伤害事故他受了一次重伤，在养病的期间他就萌发了要修道的意向。随后他加入了贡高迪亚教区的小修院在小修院他念完了高中的课程，然后在他们教区的大修院念了很短的一个时间，然后他就去罗马，在罗马俄伯略大学。到了99年的时候，1899年他获得了哲学和神学两个博士学位他是一个很能念书的人，他也很喜欢念书，所以在他做了主教做书籍主教以后，他是很支持年轻的神父去进修的，年轻的神父修士去进修包括他自己修会的会士，还有他管理的中国的年轻的修士，年轻的神父，他会尽全力送他们去深造。同年的9月他领职事职，12月圣神父，圣神父之后他在他们教区担任本堂的神父担任随军司铎的神父。在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就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做随军司铎。1920年他担任斐乌美教区的宗座署理，现在这个地方就在克罗地亚，那个时候属于意大利的领土。第2年他被任命为那个教区的政权主教。在他做贡高迪亚代理主教的任内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其中一件事他成立了一个圣菲利波奈里的育婴堂，收养当时战争之子孤儿，收养了352位。所谓战争之子孤儿不一定是孤儿，有一些人是私生子有的时候是当时他们的有一些妇女受到强暴然后生下了孩子，还有一些是因为不守妇道和占领军的军人来通奸生下了孩子。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丈夫就是复员从军队要回家了，所以这些妇女没有办法交代了就把孩子就送给了教区的这个育婴堂作为孤儿来抚养。当时冈恒毅主教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非常有魄力的事情，他把收养的这些个孩子的所有的出生的证明全部都销毁了，他就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以后免遭歧视，同时他也保护了一些妇女的名节他也保护了很多的家庭免遭破裂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照片上这位老人家叫Guarino Moleto照一张照片的时候是2019年9月23号，2天之后这老先生去世了，101岁很高寿的一个人。他是当年战争之子的成员一个孤儿。1922年冈恒毅被他那个时候叫 Charles Costantini 被任命为首任的教廷驻华代表，同年被授予总主教衔。
他来到中国以后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就叫刚恒毅，字高伟。23年他在北京使馆区以外的刻意设立了一个驻华公署，他特别要和那个帝国主义这些个使馆来做一个切割。1924年他在上海主持了首届中国全国教务会议。26年他带领6位中国籍的主教到罗马接受教宗的祝圣，照片就是这6位。27年他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修会主徒会。9月26号他在北京主持了辅仁大学的创校典礼。1929年他成立了中国天主教青年总会。刚恒毅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他对艺术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他也很关注圣教艺术，所以他也很愿意招揽这些个艺术人才进入到教会当中。1932年他为中国艺术领袖陈元都复习，就是陈璐家。9月份他通过了中国公教进行会的章程。33年的时候刚恒毅主教因为生病返回意大利治病。1935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传信部的秘书长。圣部是这样，圣部通常2个负责人，一个部长，一个秘书长。这个秘书长他是处理日常工作的。1936年他接任宗座乌巴诺大学的校长，这个大学就是我们现在的传信大学。1953年他被教宗擢升为执事品的书记，同时担任4个部门的委员，传信部、礼仪部、大公会议部和东方教会部。第2年他进阶成为司祭品的书记，担任教廷的长喜大臣，就看差利爱了，我们可以翻译成为教廷的书记长。56年他受任宗座意大利宗座艺术中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这个要和大家讲为什么由他来做。这个主席原来是由他弟弟来做的，他弟弟叫刚若汉扎瓦尼巴蒂斯塔科斯坦蒂尼，他弟弟是鲁尼教区的总主教，从43年开始就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一直到56年他弟弟就早先他去世了，所以那个委员会就一致公推刚恒毅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同年他获任教廷教会特殊事务部的委员，这个部门就相当于梵蒂冈的外交部。58年在选举教宗秘密会议的前夕刚书记去世，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刻他给那个秘密会议写了一封信，他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选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宗，他的心愿20年以后实现了，我们有了一位波兰的教宗。我们看他的那个照片，这是刚书记和他自己作品的一个照片，他年轻时候做贡高底亚神父的时候他雕刻了很多雕塑，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刚恒毅的思想的源流，他思想从哪里来可以分3个区块。第一个给他影响的人是安东尼奥·罗斯米尼。第二块的思想就是中西方的思想他吸收了第三个区块是利玛窦和本笃十五世对他的影响，我们简要的一个一个的来看。安东尼奥·罗斯米尼他已经2007年被列为珍福品了，但是他生前的时候没有这个待遇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家了，他的代表作就是《泰欧索菲亚》，天主的智慧。
但是啊，他生前给他影响最大的，给他招来祸端的一本书，就是《圣教会的五伤》。这本书啊，他抨击就是天主教教廷的腐败，所以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弹，教会上下一致都来反对他。当时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就是念书的时候，就是用一篇抨击罗斯米尼的论文拿到了俄伯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现在看时过境迁了，凡二的文献很多的都是罗斯米尼的思想，我们拿过来写到文献当中了。所以看这个人可以称为是我们天主教教会的一个先知，但是先知在自己的时代不蒙悦纳。冈恒义和他有什么渊源呢？冈恒义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舅公，啊，他的舅公是一位神父啊，叫齐古特神父。这个神父是罗斯米尼的学生，他受到罗斯米尼很多的思想，所以冈恒义小的时候就听他舅公讲过很多罗斯米尼的那个他的观点。不过冈恒义啊，书记他很聪明，我们看在他的著作当中，啊，他已经很多不露痕迹的就把罗斯米尼的很多教会革新的思想已经拿过来用了。冈恒义他是天主教的司铎，他的思想的基础是士林的神哲学，他对圣多马斯啊有很多的赞誉，比如在他的代表作《请穿起天主的戎装》当中，他讲圣多马斯掌握了当时的学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公教的思想构成一个哲学的系统。他所著的《神学大全》犹如当时所建造的辉煌壮丽的主教大堂，是一座建筑宏伟而结构紧凑的大教堂，其中最微小的部分也与全部整体协调相称。冈恒义认为多马斯伟大之处在哪里？他把希腊的哲学思想和我们天主教的信仰结合起来了，他用那个希腊的思想来解释我们教会的信仰，他认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路。来到中国以后，冈恒义接触了啊中国的思想，在他的书当中，他对中国思想家言论的引述要远远多于他对西方哲学家的引述。在他的书当中啊，冈书基他写过一句话，他评论啊中国人，他说这个民族是一个天生犹如天生基督徒的民族。这个天生基督徒的概念从哪里来？啊，戴尔都梁，我们教父戴尔都梁的言论，他的理念。戴尔都梁认为啊，我们人和天主的关系是内建于人的本质的，就是我们是天生就是基督徒。冈恒义就把这个思想拿过来了，他特别看到了中国人，看到了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伦常，他说这个民族太了不起了。他讲中国古代的先哲可以把他们作为一种依据，犹如那座无名之神的论坛祭坛，以便认识真天主。对于远东的那些古代哲人，我们应该表示尊敬，如同我们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表示尊敬一样。这是他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人，他的对所有的思想家，尤其对这些个有正面贡献的思想家，他是开放的。另外对他思想有影响的人啊，马特奥利奇利马窦啊，谈到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啊，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啊，他传教方法的影响。利马窦的传教方法就是宗教文化的对谈，我们天主教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的文化进行对谈，互相了解，互相适应，这是利玛窦的思想。冈恒义吸收了这个思想，并且进一步的发展了。发展在哪里？冈恒义认为我们不但要互相适应，互相了解，而且天主教的
启示基督的真理要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当中去，就变成它的核心，这是它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另外啊，对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它的工作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就是贯彻福祉大，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就是那个马克西姆一路的拉丁文的原文。在这个通谕当中啊，教宗就给了教会一个任务，至大至圣的任务。当年马相伯先生啊，100年前把它翻译成了文言中文，第一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啊，这个你不用打铃了，我没有大一时间，我把它念完。至大至圣的任务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夫至大名称由此而来。我们现在看甘恒义的思想系统，三个部分：天人形上学、主徒伦理学、本地化传教学。我们看教父的思想，教父的思想常常是神学和哲学，不分家，他们是合在一起讲的。圣多马斯讲他的神学大全，神学和哲学放在一起的啊。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更不用讲，天地人向来在一起。甘恒义也是一样，他的思想哲学神学不分家，他讲哲学也好啊，讲神学也好，归根到底要为宗教生活服务。所以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天主降临。天主降临他讲了四个途径，通过宇宙万物，通过天人对话，通过热爱圣体，通过效忠圣座。前两个方面我们看，这是我们人和创造者天父的关系，热爱圣体是我们和圣子的关系，效忠圣座是我们在圣神内共荣。他的思想完全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谈。第一个途径，通过观想有形可见的宇宙万物，体会无形不可见的天主的降临。这也就是中国哲学道在始密的智慧，一滴水一粒沙都是大道理，都可以帮助我们觉悟。第二个途径，通过天人对话，这个对话可以是通过语言的交流啊，通过阅读默想圣经，聆听天主对我们讲话，我们在祈祷当中也和天主来讲话。那么有没有没有语言的交流？有，就是和天主的爱无言契合啊，这也就是天主教东方灵修提倡的深度默观的生活。其他的宗教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中国佛教禅宗讲拈花微笑，直指人心。第三个途径，热爱圣体，通过爱的圣事，以信德为媒介，感受耶稣的降临。第四个途径，效忠圣座，通过心神眼目专注圣伯铎的圣座，认出耶稣的面容和圣神的临在。另外啊，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主徒的伦理学，主徒的概念在他的思想当中很重要。天主是爱，主徒就是天主圣三显现于世界和人群的神圣的爱的标记。这个部分我的书里写的很多，大家可以去读。甘恒义的本地化传教学啊，我们看了三个区块：文化传教的方法、本地文化中的圣教艺术、从孔子到基督。文化传教的方法，甘恒义始终在强调。为什么文化传教重要？人类的文化是传教行动的必要条件。人因为人生活在文化和历史当中，文化能在最难透入的地方开辟一条途径，能开启明悟，诱导意志，助人接受信德的恩惠。1931年，冈书基他在米兰的圣心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文化传教的方法与今日之中国，他提出了文化传教的两条路：第一，艰深法；第二，广阔法。所谓艰深法是一种特别针对思想或知识分子的征服，所谓广阔法则格外努力于民众的劝化，前者特别重视实质，故可称为质的方法，后者特别重视数量，可以称为量的方法。释反教在中国普遍采用质的方法，
我们按环境的需要，质量两法并用。健身法需要精深的文化知识，广阔法则需要更多致力于草根文化和爱德工作，而双方这两者并举的文化传教，就需要传教士必须德才兼备。冈恒义本人啊，他是艺术家，他对艺术有很多真知灼见。他在晚年写过一部啊关于圣教艺术的巨著《维护基督宗教艺术》啊，这本书有很多很漂亮的言论，我们摘录了几句，一起来分享。教会生活中的宗教基督宗教艺术能够更新形式，能够赋予生命，能够创造新文化。他讲，宗教艺术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当然曾有过种种演变，不过这倒不是关于内容方面，而是关于形式及表达的方式方面。为传教工作而言啊，冈书基总结需要三要素：第一，爱德；第二，有必要的学识；第三，从自然真理到超自然的真理啊，从自然真理到超自然真理。他命名啊，给取了一个名字，就是从孔子到基督。从孔子到基督有没有可能性？有，因为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照片就是我们罗马的化人堂的那个祭祖大典。从孔子到基督啊，冈恒义推崇的是圣保禄那个从未知之神开始的传教方法。他讲，从雅典的那位无名之神可以推知一位真天主，从中国的敬天之礼可以推知应有真的敬礼，以敬拜真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从孔子那些本性善良的伦理原则可以推知天主的诫命，从一位受人尊敬的非常人物这种模糊的印象可以推知那位既是真理又是真理和生命道路的耶稣基督真救主。给主徒会特别提出了啊，他讲那个从孔子到基督怎么讲，就是基督的教会并不否定那属于人性的东西，但是把它提高净化，使它升到超性的境界，所以可能使孔子成为真信仰的一位良师。你们不应该排斥他，正如我们不排斥那些外教的哲学家，同样也不应该排斥孔子，却可以把孔子视作入学的门廊，进教的前进。然后他讲给主读会的一个文化传教的使命。最后一句话，冈恒义书记和我们讲，我想到自己去世以后，我的声音虽早已休止了，却仍在你们中间稍稍的回响。2017年10月17号啊，我们冈书记的宣福进程已经开启。今天啊，这个我讲过之后，大家可能会给掌声，但是这个掌声不应该给我。冈书记说，他的声音在我们中间回响。谢谢大家。是我们这个掌声为了冈恒义书记，当然也是为我们的孙真神父。谢谢我们的孙真神父，我们这一次特别给孙真神父一个回响好不好？谢谢孙神父。那刚才这个钟声响起来为我也吓一跳，表示我们好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意犹未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更认识一下冈恒义书记之后带给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中西文化以及在信仰上面交流的一些成果。所以呢，罗光总主教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位楚翘，为我们来说，他给我们开启了另外一扇门。就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汪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罗主教在这方面的建设。10分钟吗？好，谢谢孙神父刚刚介绍，冈恒义书记，罗光总主教就是他在罗马求学的过程当中，冈恒义书记培植的学生。好，那我今天来介绍罗光总主教，因为在座的各位
有的人认识主教，有的人很多年轻一辈的可能不知道这位在台湾付出他这一辈子的这个心血的这位老主教。所以我今天做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总主教的心意，也就是他这一生。那大家都知道总主教是湖南人，这是他早期的照片。我很快，他在20岁的时候，1911年1月1号出生，20岁的时候就到了罗马，在罗马31年。那这31年呢，可以说是他的求学过程，也可以说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的学问是在这个罗马这31年当中呢所酝酿的。所以同学看，各位看一下，1936年的时候，他领受了司铎的圣体。1959年的时候，他曾经向传信大学递呈，希望在台湾能够恢复辅仁大学的建议书。这个是罗光主教，他在1940年到1941年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不太清楚啊。大家看一下，是他的成绩单，是我今年到罗马传信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找到的。那这是经过了孙神父帮我的翻译呢，大概就是他在法学他领取法学学位的时候，他的一个问答，就是在博士问答过程当中。那我这边特别写了个 U 就表示他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在学术上面在研究上面非常受到肯定的一位学生。那么在1961年，也就是他50岁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宣布担任台南的主教啊。那这是他在这5年当中呢他的一个建树，就是台南的主教座堂。那也就在他在台南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创立了这个闭月修院。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总修院台北就是这边的总修院，其实早期的时候呢是在台南的闭月修院，后来呢把它现在并在一起。那么就在1966年到1978年的时候呢，这是他接受了台北总教区的一个重要的职务。那么在这12年当中呢，我们看了这个是一个主教座堂台北主教公署。那在这段时间里头，他几乎在推动他的教务工作，成立了在教友部分，他成立了传教协进会，还有担任主教。那这是他在觐见教宗的时候，有觐见这个教宗若望23世，还有教宗保禄6世，还有这个教宗保禄2世，对，就是这几张照片，大家看一下。那1978年到1992年呢，是他在就是他在辅仁大学14年的光阴。那在这14年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辅仁大学的不管是硬体的不管是软体的建设呢，他都花出了他非常大的心力。那也在这段时间里头呢，他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学生，那我也是他其中之一。那这两张照片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他获得的行政院的文化奖。那1992年的时候，他担任了也获得了这个教育部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贡献奖。那这个我就不讲了那么主教他这一生呢，他除了教务的，他很喜欢绘画。那我也选择了他两张绘画。那左边的这一张菊画是比较少见的那他画竹子竹子跟马是他的专长。好，那么学术成就方面，大家不可忽略的就是他这一生没有停止著作。他的著作现在收集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成为《罗光全书》42册，里面收录有77本他的作品。那他1996年以后一直到他2004年去世，他仍然这个没有停止他的写作。所以我现在也正在做他的补遗工作，好，就是《罗光全书》的补遗。这是他90岁的照片。在2001年，我这边必须想的就是2001年去世的前3年，
他获得了当时总统钦颁的二等锦勋啊，锦星勋章，为什么要颁给他？也就是，他在促进中梵邦交上面所做的贡献。好，这是我最后必须要看到给各位介绍的。这是主教的墓徽，因为从主教的墓徽，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主教这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上面他写他自己的说明，他说中间盾牌分成了两层，上一层蓝色为天，中间有个白鸽，象征着天主圣神，发射七道光，下层黄色为地，地中这个地哈，地中有一个塔，什么塔呢？是衡阳城的来雁塔，可能郭神父可以知道哈，你应该去过。那这象征着什么？他说上一层十字架象征着教会本地化，所以下面的拉丁文标语是在您光中光明中我们见光明，这是从这个总主教的墓徽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生要做什么事情。好，那就回到我今天要介绍的罗光总主教的行善生命哲学。今天呢，我会用这个题目来谈的，也可以说是罗光总主教他在90岁过生日的时候呢，他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不过我一生做我应该做的事。究竟总主教应该做什么事呢？我讲他生命当中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宗教信仰，一个就是学术研究。所以他这一生里头几乎在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样子要让天主教本土化，也就是如何把中国的儒家思想跟天主教的信仰做结合。那这两个做这个使命，其实它有两个目的，一个也就是要为中国的文化注入新的精神，一个就是要为天主教的本土化建构它的行上思想。所以今天早上很多神父就在讲，讲说这个生活本土化，生活本土化，教会本土化，如果仅仅只是从生活的形式上去落实的话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文化的元素。那罗光总主教这一生就是在做这个工作，也就是说他不是光从就是教会的就是传教的工作，不是只是表面的一个教务的行政的这方面，他说如果不从教育，不从思想上，不从文化上去落实上，那这个充其量它是一个没有它的永恒性的，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打入人的生命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哈，他就说究竟中华天主教可不可行。首先呢，我就想说中华天主教或者是中国神学这个名词，就罗光总主教自己说，他说天主教的神学基本上是以圣多马斯所建构的士林哲学为基础，以士林哲学的思想体系为观念来说明教义中的三位一体、基督降生、圣体圣事等问题。那么罗主教他所谓的中华神学，就是要以中华文化的儒家哲学为基础，用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与观念来说明天主教教育中的基本问题。那这样子结成的一个系统呢，当然是就是所谓的中华天主教神学。我后面就根据我的 PPT 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要用快一点哈。罗光为了建构中华天主教神学的这个基础工程，穷尽一生的努力，就是在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并透过早年吸收天主教士林哲学的思想体系，发掘两种学问的体系对比和比较中，他提出了行上生命哲学的思想，作为他建构中华天主教神学的哲学基础。
首先我第一个部分要谈的就是他在形上生命哲学这个概念他的酝酿，这个酝酿最主要的还是他对中国儒家形上系统的一个整理。下面我就用罗光总主教自己的话啊，书里头我揭露出来，他说他在儒家形上学里面，他说研究中国哲学的系统，我注意到儒家的形上学，我认为儒家哲学一定有形上学的基础，否则不足以称为哲学。研究的结果，我写了一本《儒家形上学》一书，列出了形上儒家的形上结构。好，他说儒家的形上学即是理学，理学的根据就是《易经》，所以孔子这个孔子说他六十而耳顺，哈，孔罗光说我六十而眼明，为什么可以让他眼明？事实上也就是他在开易经哲学这门课的时候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启示。他从易经的变异的生生思想里头与实际的人生变换里，他体悟到这个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运流内外，看到了天地的变化都集中在一个生命的概念上，于是呢他引发了他生命思想的一个萌芽。罗光总主教说，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我渐渐找到了儒家思想的系统，清理出儒家哲学传统的系统，也看到了儒家哲学思想的中心。最近我在学术界里颇有人提出中国哲学将来的发展的问题，是恢复中国传统的哲学呢，还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共融呢？他说这些问题我做了一些研究，费了一番的心思。在1950年到1960年，大概儒教的作品都是偏向于宗教性的，所写的书籍也都是属于一种教科书的课。就是他在传信大学，当时甘恒毅书记说，你来教中国神父们的中国哲学，这是在儒教的自述里头很清楚的说到了。那个时候他写的儒家形上学，刚刚我前面介绍的，事实上是一本教科书，还没有深入的这个对儒家的思想有深刻的体悟。真正的他的对儒中国思想体悟深刻的是在他1970到1980年，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头，我们说他明显的转向了中国哲学的这个思想的发表啊，对中国哲学的整理和研究。他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九册，这个工程对他来讲的确在他后来建构形上生命哲学思想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帮助。我下面要讲到罗光总主教从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其实他有他的一个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天主教本土化所做的一个奠基的工程。他如果没有深入的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思想史的脉络的认识的话，他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哲学思想的生命的那个概念。而他谈这个生命，他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谈的人生哲学。好，他说我写中国哲学思想史是用西洋哲学的方法，但是我是一位天主教士，我又是一个总主教，我做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和我的身份脱离关系。教士的职务就是宣扬教义，我渐渐地以中国哲学思想融汇西洋哲学思想及天主教思想，结成一种新的儒学。好，就在这样子的一个酝酿，他慢慢慢慢开创了他自己的形上生命哲学，也尝试着建构中华天主教神学。在他要建构中华天主教神学之前，他问了一个问题：生命哲学可以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的革新而成为中国的新哲学吗？生命哲学可以作为天主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结合而成为教会本地化的基础吗？他在问，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自问自答，他说我便想以中国哲学思想解释天主教的意义教义，使天主教可以成为中国人所懂，进入中国的文化界。他说多马斯的讲哲学和神学不是以天主教的思想去解释，
不是以天主教思想去解释亚里多的思亚里斯多德的思想，而是以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解释教义，建立了拉丁罗马拉丁文化区的天主教哲学以天主教神学。所以他认为圣多马斯都可以这么做，那今天我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我也可以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中华化的天主教。好，所以他肯定地说，用生命作为神学的基本观念，可以和士林解哲学相连，结成中国的神学。因此他努力地去建构他的生命哲学，前后陆续出了七本生命哲学的著作。他也坚定地道出了他自己所要承担的学术使命。那么这五册这七册当中，前面五册各位可以在这个他的全书的前两第一册跟第二册那后面呢的1999年的生命哲学纲要，还有2001年的形上生命哲学呢，这两册书是后来才，也就是后来我会把它放到补遗的部分补遗的部分。为什么他要把这两本书放在全书的手册？显而易之，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总主教是如何的用心在这个教会本土化的工作上面。那什么叫做形上生命哲学？他说，我讲生命哲学是从生命的形上本体，从形上学去讲。生命哲学便是完全讲生命，不仅以生命贯通一切，而是解释生命的意义，由生命的意义来解释万有。那么刚刚孙神父提到了，刚好一书记主教在建构他的哲学的时候有一个传承，那么罗主教他的传承其实是走的同样的路。好，也可以说他步的十七世纪利玛窦这批耶稣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所采的这个策略是一样的。第一个，他是继承着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二个，他截取了西方的士林哲学的学说；第三个，他当然就参入了天主教的信仰。形上生命哲学的内涵呢，我大概讲一下。基本上他就是以中国传统的特征生命来做立论。他提出了一个形上生命哲学当中一个最精彩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存有即生命，生命即存有。也就是说，当西方哲学士林哲学在谈有之所以为有的时候，罗光主教认为中国哲学也谈有，只不过中国哲学家们在谈有，不是谈那个有之性，而是谈有之在。有之在是什么？在就是变化。他看到了，他从生易经里头看到了生生之谓易，所有一切的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存有的在的那个层面。所以他说，生命乃是存在，存在在本体的存在。所以在中国哲学的观点里头，万物皆有生命，罗光也持如此的看法。如果生命是指的一种内在的变异，那么这个变异是怎么个变异呢？他提到的，他就引用了士林哲学里头对于潜能，用潜能和现实这个理论来讲，生命的变化是由能到成，由潜能到现实。潜能到现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呢，它是不断的继续的，所以这个继续不断的这个过程，主教又引回了中国儒家思想当中形的概念。好，形的概念。所以他说，形就是生命。为什么生命它会有内在的变异呢？这边我个人认为是罗主教形上生命哲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创生力的概念。创生力，这个创生力事实上是来自于他的基督宗教信仰，也来自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中国哲学特别重视气，气是构成万物的那个一个后面的根源，气是构成了一切的万物。那么气在不断的变化当，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它有阴阳两气，阴阳两气就是两个力。
这个创生力的概念不是他发明的，事实上是不是他自己就有的，而是透过了他的信仰。他说，我的这种主张是由启示的信仰所发，造物主天主由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言而造了万物，圣言便是造物主的创造观念，圣言又是由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神使创造力成为实有，圣神乃是创造神力。所以生命力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创造神力，也就是天主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跟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具备的这个创生力，它不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继续我们人能够活着，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行，也就是它内在的创生力不断的在运作。而这个内在的创生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创造力，而这个创造力继续的在我们每人的生命力里头继续酝酿着，否则这个生命就没有了。最后我想谈到形上生命哲学的最大的特色，它就是哲学和宗教的哲学。为了避免他的思想被误解为神学化的学说，罗光怎么样子来铺陈他的神学思想呢？那么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下学而上达的人性生命，那么主教又在下学上达的人性生命之上加入了基督宗教信仰里头所提到的上提下举的超性生命。那这个部分是补足了儒家思想的不足。儒家说，大学说，我这两天也在想，大学讲大学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跟亲民最后的目标是止于至善。至善是什么？在我们的现实有限的生命，人性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可能达到至善，达不到至善。但是人生的目标，中国儒家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止于至善。那个至善，如果说是人世间达不到的话，人性生命达不到的话，我们当然必须有一个东西帮我们走到至善的境界，那就是我们的超性生命。这个不是就把儒家的思想又往上提升了吗？罗主教在谈这个万物跟上天的关系的时候，他跟士林哲学是非常不一样的。士林哲学他可能预设了一个神学，人的一些道德规范、道德命令是来自于无限天主的一个诫命。可是罗光主教他走了另外一条路，他走的是儒家的路。这个诫命不是天主，不是说我要去要符合这样子的，是在中国人生命当中，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的那个内心的自觉，人的心性。所以罗主教在谈这个对天主的向往，对天主的追求，他不需要，他是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人的生命当中本来就在的。他不仅仅是一个超越的天主，他更是一个内在的天主。罗主教强调的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下自觉，我生命的追求就是在寻找天主。所以那个天主是内在性的天主，这个内在性的天主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要谈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伦理学毕竟是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它结合了儒家，结合了天主教、基督宗教的一个宗教信仰，把儒家思想所不足的部分往上提升了。我想我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谢谢各位。我们谢谢汪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智慧心火。那事实上啊，罗主教这几十年的功夫，我们希望能够在20分钟之内讲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汪老师却这么好的帮我们来做了一个介绍，使得我们可以有兴趣，也能够有这个门径继续来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罗主教。
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分享到的福气。接下来呢，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潘老师也给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从我们的这个书籍开始，然后看到我们中西文化交流的这种可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从罗主教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成果。接下来呢，就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从后士林哲学派的这个哲学教科书的最后一篇呢，一定是伦理学。换句话说，从理论进到实践，我们就欢迎潘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样子一个实践的过程。谢谢潘老师。非常谢谢主持人，林神父。那非常感谢我们孙真孙神父能够邀请我参与这个盛会。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台湾新士林哲学的伦理学发展。那我的讲纲有这么多哦。那首先我要来看什么叫做台湾新士林哲学，基本上有几个重点。在1949年，因为国民政府来台湾，这是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刚刚两位老师有谈到，就是1961年。1961年是什么时机？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就是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的这个年代。所以我们在讲台湾新士林哲学跟辅仁大学脱不了关系。那整个台湾新士林哲学这个词呢，我认为地域上它是以台湾为范围，书写的语言以中文为主。那么为什么要称新士林哲学而不是士林哲学呢？那么就要说到19世纪下半以来，士林哲学吸收了近代的哲学思想，配合当代的科学发明，成为了一个新的系统，所以我们称为新士林哲学。那么吸收配合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尝试来比较融合和汇通。对于士林哲学研究而言，我认为台湾新士林哲学是天主教哲学在华语文化圈本土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好，那么我现在就来介绍，那么在这一段期间的伦理学有哪一些作品呢？有哪一些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的代表呢？那我集结了主要是十位学者。那我这边有用一些颜色，那我的顺序是按照他们的出生年。那我看到罗光主教、张振东神父、沈清松教授，他们三位是我的老师。赵雅博神父跟王承瑞神父，我跟他们有少的接触哦，不多。那么巫坤如老师跟曾养如神父，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那么高思谦神父、袁廷栋神父、周克勤神父，我基本上我跟他们没有接触，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对他们的伦理学都做了一些的研究。那我希望明年一月可以出版一本叫做《台湾新士林哲学》，台湾新士林哲学的伦理学发展这本书，现在已经在收尾的阶段。那我主要右边可以看到他们的著作。那他们的著作里头，沈老师的比较特别，因为他的书没有以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为名，但是不代表沈清松教授没有他的伦理学体系。好，我这边做一个说明。好，那么士林哲学的伦理学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分为本论跟分论。本论主要是研究人行为的性质等等，分论呢，讨论个人道德、家庭道德、社会道德等等。好，我们看第一个，高思谦神父他的代表著作其实有两本了，但是另外一本是《尼格马可伦理学》是翻译，那所以我就用《中外伦理哲学比较研究》作为他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我们看到目次哦，他的主要的那个篇章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本论上面前面十章到第一节、第二节都是本论，第三四节是分论，最后一章特别谈儒家伦理学跟士林哲学原理的比较。那我们看罗光罗主教，那他的代表，他的伦理学的代表作是在这本士林哲学的实践篇。好，刚刚汪老师对于罗光主教的那个著作已经说了，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了。在1996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罗光全书出版之后，又出版了好几本书，那这里我就不再介绍了。
好，那么我要特别讲罗光全书的第21册有士林哲学的实践篇，里头第二篇就是谈伦理学，但其实前面是宗教哲学，后面是美术哲学。那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取士林哲学的方法，所以把伦理学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叫做伦理学总论，后部分叫做伦理学的分论，所以基本上他是按照士林哲学的方法。好，我们看赵亚伯神父，他的代表作其实好几本，那我特别讲了提出这本《中外基本道德论》。他的基本道德论我们看到分为10章，他主要谈四书德，那么第一章谈仁德，第二章谈智德，花了最多的篇幅4章来讨论正义之德，从第3、4、5、64章来讨论正义之德，第7章讨论永德，8、9章讨论节德，第10章是总结论。好，我们看到王承瑞神父他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14章按照没有按照士林哲学的研究方法分总论分论，但是我们看他的整个篇章的架构基本上是涵盖士林哲学的基本伦理学的范围。在最后哦，伦理生活的这一章的最后2节处理了中西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王承瑞神父也关心中西伦理学的汇通。袁廷栋神父的这本书他自己这么说，他主要按照意大利的神哲学家的普通伦理学这本书编著而成，多为意义的工作。那袁廷栋也以为这本书不能够引述我国伦理思想，实在是很大的遗憾，但是事实上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墨子。好，周克勤神父、哦、他这个是 大部头的道德观要义，分成上中下3册，它的架构是这样子哦，它的第一篇是从道来看道德，所以重点在讨论道德有没有客观的道或者标准。第二篇呢，主要从德来看道德，要来分析道德的主体或良心。那中册里头，我们看到第3篇，它是从道德与人生目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第4篇呢，主要讨论天主教的道德观要义。最后的结语，他说：“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来看中西哲学之比”，作为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中西伦理学会通的关注。好，我们看到张振东神父哦，他是唯一我今天讨论的10位里头，还在世的哈、哦，我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好，那士林哲学的基本概念这本书哦，它是在它的3本里头的其中一册。它这一册里头讨论的是理性神学跟伦理学。它的伦理学基本上是按照传统士林哲学伦理学的论述的结构跟方式，它分成普通伦理学跟特殊伦理学。那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士林哲学的一个架构。那巫坤如老师呢，他的这本书，他是所有书里头，他说这本卖的最好。好，那他的伦理学他的特点，他并不是按照士林哲学的一个写作方式，他是按照他晚期特别喜欢有一个3分风格，第一个叫历史发展，第二个是内在含义，第三个是当代意义。那我们特别要着重他在第二部的这个部分，正是那个伦理学的要义。那我个人认为他比较多的是他个人中西伦理思想的综合论述与批判反省。好，曾雅茹神父哦，他的这本书，他其实不止这本书，他有另外一本《社会伦理学》。那《伦理哲学》这本书，它基本上是传统的士林哲学的论述方式，它分成导论、概论、详论。那它整个架构是传统士林哲学的方式。好，第10位沈清松教授哈，他去年哦突然的过世，那我也写了他的一篇，在7月份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那我个人从他的伦理学的论述里头，我找到3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德性，一个是多元他者，一个是慷慨。那我个人认为他打破了一个传统士林哲学的一个架构，他重新以他一个比较整全的角度来看一个伦理议题。好，我以下第3个部分我要讨论台湾新士林哲学的伦理学他的理论架构特点，我提出3点。那我先说这些作者他有什么共同点，第一个都是中国人，第二个都具有天主教的信仰，第三个原来都是天主教的神父或修生，第4个他们都是留学海外的华人。
下面周克勤以外，除了周克勤神父以外，其他人都曾任教于辅仁大学的哲学系所。然后最后，中国文化与天主教信仰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一生都有重要而且关键性的影响，二者的融合与汇通也是他们毕生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好，我想从第一点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从善恶的观点来论伦理行为的含义，我以下主要讨论三位，一位是周克勤，一位是高思谦，一位是罗光。我以这三位，那我书里头呢，大概就会全部的学者都进来讨论。那周克勤他讲道德是什么？专属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是单在善恶的观点下论人，因此道德是指人的善恶。那什么是行为呢？行为是人自所主宰的活动，称为行为哦。那所以重点我们放在什么呢？行为，人的行为的善恶，他认为这是伦理学。那么罗光呢，他特别把伦理学特别定为人生之道。他说伦理善恶的主体不是行为，而是人。伦理善恶是一个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伦理善恶的主体在质料上来说是人的行为，但是在整个的意义上来说是整个的人称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再来看高思谦，他给伦理哲学下的定义是以哲学思考推论的方法研究人的行为品性善恶，好歹邪正的学问。那我个人认为好歹邪正其实就是善恶，可以略去。但是我们看到他不谈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的伦理学，他转向变成讨论行为的是非或对错。那我们看到，我们这几位学者都是强调在人的行为的善恶，而行为的善恶重点是在于那个人。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我就略去了。所以我们发现三位对于伦理学的定义都是强调伦理主体的人之做人的一面，而并不是外在行为的是非对错的一面。这样的分辨其实就是所谓的德性伦理学。所以基本上天主教的伦理学就是一种德性伦理学，这个就是我几十年来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正好就是跟我们儒家的伦理学是不谋而合的，这个一个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就有别于义务伦理学，这立场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台湾新士林哲学的伦理学基本上的第一个基调就叫做德性伦理学，我们探讨的是善恶，不是表面的行为的对错。然后第二点我提出来是他们的伦理学，我认为是以为完整的伦理学是包含伦理哲学和伦理神学。那我们一般现在在讲那个伦理学的时候，通常都只强调了理性的那一面，就伦理哲学，常常忽略伦理神学，就是宗教性的一面。好，那么罗光他就说，没有宗教根本上不能谈伦理，不信宗教的人，他们所讲的伦理已经不是伦理，只是种种的生活方式罢了。所以罗光反对将伦理视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反对以伦理视为民族心理的表现，也反对所谓的描述伦理学只是描述一个族群团体有什么样的道德观的这种伦理学。所以也反对任何缺乏终极关怀和最终目的的意识的伦理哲学。所以他谈伦理学是接着宗教哲学来谈。刚刚我们看到那本书，第一部分是宗教哲学，第二部分是伦理学，然后才是美术哲学、美学。所以以宗教哲学为根基，显示他对于伦理学的信仰或超性基础的重视与强调。那我们看周克勤也是一样，他对伦理哲学和伦理神学有所区分。他说，就其研究对象而论，伦理哲学讨论是本性的道德，伦理哲学讨论的是超性的道德。但是就其研究方法而论，伦理哲学只凭借理智的观察、思考和推理，而伦理神学则以求证于神启或天主启示的权威。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什么叫做完备的伦理学？天主教的伦理学，那么应该包含伦理哲学以及伦理神学两个面向，也就是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神学的综合。我们看一下高思谦，高思谦也非常的清楚分辨伦理学跟伦理神学不同，所以他特别提醒，单凭着理性为基础的伦理哲学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人生的问题，不能只靠
这个理性的部分还要把它提升，有超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会发现伦理哲学的任务跟限制，我们可以从中世纪以来哲学可以看到。所以最后我认为，若人及人生包含本性和超性的两种向度，那就意味完整的伦理学应该包含伦理哲学和伦理神学两种向度才对。那么三位哲学家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致的立场跟观点。好，第三点我要来提的是台湾新式灵哲学的伦理学特别区分出人性行为和人的行为，那么人性行为又区分为人内在行为和外在行为。好，这个说法其实完全的依照了圣师多马斯的一个谈法。我们在神学大全里头可以整理出多马斯将人有关的行为分为人性行为跟人的行为，人性行为又分成内在跟外在。那我们看几位我们台湾新式灵哲学家，他们也都有类似的谈法，基本上都是以多马斯的谈法为基调。那这个是我翻的，就是多马斯他怎么谈人性行为。其实人性行为就是那些以人为主人的行为，人是借着自己的理性和意志而成为其行为的主人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自由意志的行为，也就是伦理行为。那么罗光在分析行为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多分析，我直接用一个表，罗光、高思谦也有，周克勤也有，对那个人的行为，但是用语不一样。好，我把它做一个图，那我之后的图会更大，因为还有可能有王承瑞的也进来了。好，这个图是怎么样？多马斯他认为人性行为有着自由意志的行为，这个自由意志的行为又分为内在行为跟外在行为。那另外一个跟不是人性行为的，比方说人的呼吸啦，我们的那个反射动作啊，这个是人的行为。那这个人的行为这个部分是跟伦理无涉的，没有关联的。好，那么高思谦的用语是他用人的行为来比拟人性行为。那这里他分自发行为跟命令行为。那么关于人的行为，多马斯的人的行为他是用的是人的活动。那么罗光呢是分有意识的行为，又分为心愿的行为，就自主的行为，这才是道德行为。不心愿的行为还有这个是无意识的行为。周克勤的说法是人自所主宰的活动称为行为。那人为人所主宰的这个就不是伦理行为，这个叫活动。那他也把这个行为分为内在行为跟外在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台湾新式灵哲学家们，他们其实心目中在伦理学这一点上完全是符合多马斯的一个说法。好，接着我来谈第三接着我来谈的是台湾新式灵哲学的伦理学跟传统天主教伦理学的比较。第一个我刚说了是本于多马斯的哲学的伦理学精神。我们说哈，因为士林哲学的伦理学以天主教的信仰为基础，天主教的伦理学充分表现为士林哲学的伦理学。那么士林哲学的集大成者圣多马斯，所以多马斯伦理学跟他的精神也通常作为台湾新式灵哲学学者的立论依据。好，我举几个例啊，比方分类上，我们看到那个学说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位作者都会关注，比方行为的善恶行为善恶，善恶的标准是人的最终目的。好，最终目的 last end， 这个是谁的说法？这就是多马斯的说法。多马斯在神学大全里头就说什么叫最终目的呢？实践事物上的第一原理原则就是实践理智的对象，也就是最终目的，而人类生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极乐或幸福。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天主教的伦理思想就是追求最高幸福是人生最终的目的。那周克勤里头也看到他受到明显的受到多马斯伦理学的影响这几个没时间讲，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他有一个图，他做了一个图表，他这个表呢完全是本于多马斯伦理学关于道德的四个要求做成的，所以他完全符合多马斯伦理学的架构。好，第二点我认为汲取中国儒家伦理学的精华与悠长
啊，这个是重点在哪里？西洋哲学谈的伦理学并没有涉及修德，中国儒家呢是涉及修德，但是天主教的修德是在神修学、灵修学、苦行学，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儒家罗光在比方在德系的分类上，他采用的是儒家。刚刚汪老师也有提到，那个罗光在某些思想的点是以中国哲学为主，甚至是补充了士林哲学啊，这个我在文章里头也有写。那周克勤里头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哲学的语汇，它的整个标题我们看到率性之味道等等，全部都是用大量的中国哲学的语汇来说明士林哲学的架构的伦理学。好，第三，强调中国儒家伦理学与天主教伦理学的汇通。罗光说，我一生写作的目标只有一个，使天主教进入中国文化，我求天主教进入中国文化，这样的愿望也反映在他的伦理学的写作，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对比融通是非常明显的。那在伦理学上，我们会发现天主教伦理学跟儒家伦理学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家的伦理学都重视内心，内心就是道德的内在化啊。周克勤也是啊，这个跳过啊，这个可以跳过。那高思谦他基本上是比较在伦理学立场上，他比较以士林哲学为主啊。他说，以上诸原理对我国，就是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能有不义之处，自不待也。所以他虽然对儒家伦理有肯定，但基本上他还是天主教本位的。好，最后结论，台湾新士林哲学伦理学的未来展望。耿开君他在这本《中国士林哲学导论》他说，士林哲学不是天主教或基督宗教的专属，它是古典精神的一种重要延续，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句话讲对了。士林哲学他要建构的就是永恒哲学，同样的，台湾新士林哲学也是在现代的基础上建构我们当今的永恒哲学。那么中国士林哲学，耿开君还说，包括台湾新士林哲学还远远不够成熟，真正的中国士林哲学的建构更需要中国非天主教学者的参与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当然我们会非常欢迎所有的任何一个有教内的教外的所有的学者来参与建构台湾新士林哲学。那我们的台湾新士林哲学的伦理学建构完成了吗？我觉得有成果，但是我们还要努力。我个人做了三本啊，我写了跟士林哲学相关的，我写了三本。第一本是我要建构多马斯的德性伦理学，第二本我是要建构多马斯哲学跟儒家哲学的对比，那第三本多马斯伦理学的当代性，就多马斯伦理学在现代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结合，比方说跟哲学智商结合等等。好，这一本是2015年我跟樊志辉老师我们做的一个专题啊，台湾新士林哲学研究专题。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来走我们来加入我们这个台湾新士林哲学的行列。那明年一月呢，我要出版一本关于台湾新士林哲学伦理学啊，我希望我能够完成，到时候再请大家指正。谢谢各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我们的三位主讲者都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说，那让我们去发现到，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确可以放眼整个的世界。那在中西文化交流当中，在信仰与哲学的交流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更广的视野与步伐。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讲者曾真神父、汪老师、潘老师一起在我们的前面，好不好？那我们有不多的时间，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提问，好不好？那刚才在说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是生命形上学也好，或是关于伦理学也好，那其实我们都发现跟儒家的思想是紧相结合的。其实如果要讲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话，我们中国不只有儒家，我们还有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等等等等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有我们大家，所以现在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提问，好吗？请问谁愿意问第一个问题？请问我们这三位讲者呢？或是我们先提两个问题，然后再请我们的
讲者给我们分享，好不好？哎，是，陆神父，神父请坐。我坐下来。有一次，罗光主教还有很多辅大的老师，在更新文教院办一年一次，再办一个那个天主教这个士林哲学会啊，小型的，大概二十几个人。那我刚从国外回来，我也参加了，因为我也在辅大哲学系教书了。那这个里边就听到的就是同类的了。士林哲学、懂新士林哲学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圈子走不出来。如果当代哲学圈子要大得多了，沈青松还没有回来。沈青松是当代哲学很通的一个人。那我也那次大概是1978、1979那个时候。那我就讲了，可能在我们的哲学教育里边要加两个人，一个是德勒金，第二的小当，还有一个是那个马瑟尔，这个两个在那个士林哲学会里边没有人讲，也没有人特别去研究去念，包括向推杰老师他也没有办法进去。他看了马瑟尔自己的东西进不进去，写不出来。那我继续的教我的课了，当代哲学为主。后来看到那个王昌志神父，王昌志神父是耶稣会的那个教哲学系，耶稣会自己哲学系的老师，他就是说有两个人，他退休以后一定要研究的。就德勒金、懂马瑟尔，很奇怪了。这个他在1960年去世，王昌志，他写过很多很多畅销的宗教性的书。那么我有个助理，他就告诉我，快去看那个王昌志神父的纪念文集，里边有他自己被访问的时候清楚的讲，我退休以后要研究德勒金、懂马瑟尔。这两个都是我最喜欢的，那我当然，马瑟尔三本《行商日记》，我翻了两本，现在再翻第三本，效果我大概自己看不到了，可是变成中文，中文有效果，至少研究生也去看，那么我所以提出来这些，罗光主教东向天杰了什么很多，老前辈的哲学老师开会的时候。有一些互动了，就是要讲，我们要从士林哲学，包括新士林可能可以了，要走出去，这是我要讲的话。我们谢谢我们的陆神父给我们的一个评论，好不好？然后也给我们很非常重点的，也看出来了以后还可能的方向。谢谢陆神父，请问在座的还有没有哪一位？也不是分享，就是很感动哈，就整个。有提到易经，不要，但我们的士林哲学，宗教的，然后跟伦理学，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就是很奥妙的这一块呢，大概我们也要可以，因为中国的哲学呢，就儒释道，刚儒家已经讲到很多了，我们的罗光那个易经也很大，但是释迦的，就是佛教的这些亚洲的哈，不要说中国的，那这一块呢，怎么能够把它的里头很多的思想？融合在我们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也可以做的，因为儒释道，我觉得，所以陆神父讲的那个很多很棒的，然后我真的觉得在亚洲，在这个佛教的这些东西，轮回啦，然后关于那个生命的啦，那个这一块呢，如果能够融汇在一头，可能希望两个教授呢，能够这方面呢也稍微的带动一下，谢谢。所以主教好像是任务指派，对不对？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座还有没有几位愿意发问题呢？是汪老师。回应一下您的问题哦。
那的确是哦，在这个我就以主罗主教他生前的自己的生活当中，他如何把他的这个生命就在实践过程里面，他其实每天都会除了教会，除了这个祈祷生活之外，那有一次我问主教，我说，因为我从9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罗总主教了啊、哦，那后来担任主教的攻读生好了哈，一段时间很久，大概有30年的时间。有一次我就问主教说：“主教，你怎么做祈祷？你的祈祷是怎么祈祷？那你的灵修是怎么样子灵修？”啊，主教说：“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好的灵修方法，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佛教的灵修很值得我们借鉴。”佛教的灵修，这句话在我以前没有体会，没有办法体会，但是到了我60岁以后，我现在的真的觉得，不瞒各位说，我现在正在已经有做了3年的禅定禅修的工作，就叫洞中禅。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有时候不太敢跟我的教友朋友谈，也不太敢跟我的神父们去谈，因为我总怕这个东西是个佛教的东西。可是我记得在主教的生活当中，它影响着我，就是生你的祈祷其实它没有一定的格式，没有一定的形式，在中国人来说的那个佛教的禅修方式，它的确是可以帮忙我们更深入我们的心灵。就是当你能够，这就讲到了儒家说知止而后能定，那个止是什么？止就是天主啊。你当你心中有那个天主，而后能定，定就是禅呢、啊，就是禅呢、啊，就是能够禅定的。所以禅它本身是个智慧。所以，这个是我想回应刚刚您的问题，说的确这些东西都可以。如果天主教要本土化的话，你必须是要跟中国的儒道佛，也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思想能够连结，否则的话都是表象，否则的话你所有做的这个福传的工作都只是一个工作而已，它没有办法从思想上、观念上去做改变。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是主教做的工作。好，那我们谢谢汪老师。我不晓得潘老师或是孙神父愿不愿意也做一些回应呢？如果没有的话，我来做一些回应好不好？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刚才汪老师在讲的这个事情不敢跟神父们讲，不过呢可以公开讲。事实上呢，我个人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是我们天主教跟道教道家思想怎么样子更深的融合。所以呢，在我们的研究上面，我们发现天主教我们是以有为出发，然后这个佛教刚才在说的是佛学，更好是这么说，它是以空，诸法空相，所以有跟空就事实上形成了有无的两个似乎是相对性的一个对终极实在的论述。终极实在就是天主自己。而道家思想呢，正好是在讲有无相生，而且是讲有生于无，所以使我们更可以透过有无的思想来理解天主圣三。因此我们中国的哲学最基本的也是最在地的其实是道家思想，它正好可以成为我们来解释天主圣三的一个路径，它也可以是西方有的思想与东方空跟无的思想的一个桥梁。因此我们在做士林哲学，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本位化的这个工作当中，的确是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发展。因此今天时间在这个地方的限制，我们只能说让我们大家一起放眼未来，
也为我们今天所给我们引发这些智慧星火的三位讲者孙神父、汪老师、潘老师再一次热烈的鼓掌，谢谢他们，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今天这一个部分的参与，我们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好吗？